汉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Hello, 汉仔 Hi 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字呢？汉仔哇，汉仔小心啊看起来好锋利哦看起来像一种兵器戈原来是个戈字像顶端有尖锐刀锋和长柄感觉非常锋利的器械汉仔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的文字之后随着时代演进使用字体有所不同这是戈的经文小篆隶书楷书戈还可以有这样的联想人拿着戈手背边境就是树数位的数指的本意是步行前进结合代表武器的戈就是武力的武谢谢汉仔我们下次见拜拜